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17页，917页，从第六行看起，啊，课题：卧念罪起。请看经文：过怀杀毒。卧气冥冥，唯妄心思，违逆天地，自我罪起。顿夺其寿，下入卧道，无有出气。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说，众生迷惑造作一切不善，谚语所谓卧观满盈，过去我们总会以为古人说话了似乎太过分了一些，造卧是有，但是卧观满盈说得太过分一点。可是今天的社会，我们亲身体会这四个字似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恶逆罪报啊，罪极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经文过怀毒杀，卧气冥冥，唯妄心思，违逆天地，自意罪极，顿夺其寿，下入卧道，无有出息。这几句话讲得很重，我学佛65年，
对这些话有很深刻的体会。我们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苦？家庭没有幸福，社会不安定，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呢，给我们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我们听了之后，应该怎么办？佛有指示，看我们能不能相信，能不能依教奉行，消灾免难。在这一段开示当中啊，我们看念老的说辞，有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，名从痴起嗔之苦啊，人为什么会造罪业？无知，啊，我是今年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大使代表当中有不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。大会完了之后，我们还有个小会，我们大家变成老朋友了，一年难得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啊，坐下来聊聊天，交换我们这一年学习讲经所遇到的一些状况啊，说出来请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就很有意义。坐在我左手旁边是梵蒂冈的一位主教啊，他是梵蒂冈驻联合国的大使啊，就是巴黎教科文组织。他曾经起来发言，告诉我们大家，今天社会的动乱根源在哪里呢？就一句话，无知。我对他很佩服，无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啊，确确实实念老这第一句解释的好，从痴起嗔之过啊，嗔就发脾气，就造业了。为什么会发脾气？愚痴。啊，三恶业重啊，嗔是地狱因呢。
啊，为什么会发脾气？愚痴。换句话说，有智慧的人从来不会发脾气。有智慧的人跟一切人事物从来没有对立的概念。啊，我学佛这么多年来，常常对同参道友说，我这一生有个很大的长处，就是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。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就对不起来。啊，你侮辱我，你毁谤我，甚至于你陷害我，我有没有跟你对立？没有，我看你还是一尊菩萨。啊，你像高丽王一样，来考考我的功夫，看我能不能真的忍。啊，我还在不在乎这些？来考试啊，很幸运，我都考及格了。所以我对于主考官呢，我很尊重，我很敬仰，我没有把他看作恶人。啊，所以我这一生生活得很快乐，非常感谢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。还特别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一句话很中听，我听懂。我认真学习，贪嗔痴都不能有啊！这是一切恶业的根源。你看，因为愚痴，没智慧，发脾气，脾气一发，到三途地狱里面去了。这多可怕！啊，谁把你送到地狱？愚痴，就是无知嘛。我们对佛陀、菩萨、祖师大德的教诲，非常尊重。啊，认真的接受学习，啊，听到别人回报，我心里就难过了，这就生烦恼了，那就贪嗔痴全出来了。听了之后，如如不动。听完了之后，生感恩的心。我有过失，我自己没有感觉到，他给我说出来了，让我改过自新啊！我把他看成老师。帮助我改过自新，帮助我修戒定慧，帮助我远离贪嗔痴，他对我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
念头要转得快，不要把自己转到三途去了，那就错了。学佛为什么？老师告诉我，为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所以以后我看到四书《论语》里面第一句跟方老师所讲的没有两样，《论语》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，那个不亦说乎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快乐啊，幸福快乐从哪里来的？从觉悟来的。啊，别人奖励我，我感谢他。他勉励我。别人批评我，羞辱我，那也是老师，他也来提醒我，啊，我有过失，我自己不知道，他提起来，我知道了，我从今小心谨慎，改过自新，不亦说乎。也是论语上说的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孔子说的三人是什么？自己是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三个人。除自己之外，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。对了，自己做个好学生啊，老实听话，真干，有过真改啊，啊，有善要增长，日常生活当中与人相处，天天在学习，天天在提升，这就对了。不能天天堕落，天天发脾气，天天不高兴，天天给人对立，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对立，不行啊，你错了啊。所以从痴起嗔，这是地狱因，又说一点嗔心火能烧功德林，这一句话通常也有说一念嗔心火，念头的念，能烧功德林。啊，一些火烧功德林都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故心怀杀毒，惨伤他命，卧气直胜，从明若明，故云卧气明明。这项的事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会看到，我们看到了无可奈何，你不能劝人，你劝他他不相信，
他还怨恨你，还回报你。啊，吃素，有好的东西，你不接受，你自己作践自己。他们是这种眼光、心态来看我们的。啊，我们对他的回报不能骂人的。啊，甚至不能劝他素食。啊，只说我已经吃习惯了。啊，素食养成习惯。见到这些东西，不敢看，更不敢吃。啊，如果我们身体很健康，这给他做证明啊。啊，素食营养养分够了，身心健康，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。啊，谚语所谓的吃他半斤，还他八两。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何必跟众生结冤仇呢？啊，不跟一切动物结冤仇，不跟一切人结冤仇，你的心平安自在快乐，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个人一生幸福快乐啊，家庭肯定是美满，事业我想一定也很顺利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好这是佛家大同之旨啊，跟儒家所说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完全相同，相通。啊，所以念牢这些话，无论是引经据典，或者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，都非常重要。我们心里头不能迷惑，不能愚痴。啊，梵蒂冈主教所说的不能无知啊。灾难、战争、天灾人祸都是起源于无知。人与人最怕的是不往来，不往来就无知，就认识不清楚啊。会把好人看成坏人，猜疑他，对他不能信任，愈猜越惑，误会越来越严重。人如果常常交往，天天见面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
啊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的宝贵经验。所以卧气之身，从明若明。所以经上这一句话，卧气明明。又明明幽暗也，无知也，莫业也，所作皆妄，故云为妄心思。为妄心思，心什么思？心斗争，心战争，啊，造三途地狱也。这就是为妄生死啊。明明也就包含幽暗，不要以为幽暗没有人知道，啊，至少有我知你知，天知地知，我你两个人，天地可多了，包括十方世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神灵无量无边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你起心动念，他都知道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回归常寂光了。起心动念，他就现象。现象无量无边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自信是本体，在大乘教里面叫法身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是一切佛的法身。诸位要记住，也是一切众生的法身。法身只有一个，没两个。法身没有形象，法身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的法身如是，我们也有法身呢。我们没有法身，怎么会现象？为什么会现象？能生万法吗？能生万法什么意思？起心动念就生万法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就回归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临明到极处，这个里面，变法界虚空界，
都是这一念当中生出来的。不但有空间，还有时间。时间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像明镜照无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一丝毫没有漏掉，没有失去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记住，十方三世佛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他，我们都在其中啊。你就问佛，佛会告诉你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因为他无知，他造三途业，所以就现出十法界六道轮回，现出这个东西啊。如果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，记住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怎么样？慢慢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他回归常寂光了。起心动念就有，起善念，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一般宗教讲的天堂，善念变的，其恶念就变六道三途，变十法界，一回事。你要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法跟我是一体。是我自信所现之物，那我自信变现一个罗刹来害我，要杀我，我要不要报仇？要不要怀恨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知道他跟我是一体，同体大悲现前，同体。能大师这一句话说的了不起啊，没想到自信生万法，万法是自信所生，自信是能生，万法是所生，原来一体。几个人搞清楚，搞清楚之后是一个什么境界？真诚心出现，你不会用妄心，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用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跟佛没有两样，用佛眼看众生，众生都是诸佛如来。啊，现在他迷，将来他一定会救。迷是暂时的，觉悟是永久的。
常常读大乘经，决定有好处。大乘经分量太多，如果你没那么多的时间，你就专读这一部经，还可以读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夏老的会集，会集本，念老的注解，啊，一生一部够了，字字句句都念通了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一通一切通。事出世间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此界他方，你没有不通达的，你没有不明了的。句句是真话，没有一个字欺骗人。所以对于经典经书要尊重，要恭敬。啊，念了前面这四句，幽暗、无知、末业、所作皆妄，关键在后头这一句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环境界里头，容易干坏事，因为没人知道。这都叫唯妄心思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于是唯逆天地，这就错了。长子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是什么人？菩萨，是觉悟的人。那迷的人他走不出来，迷的人自私自利。胡作妄为，啊，造作一切业，来生六道轮回受报啊！啊，加强书记都是上不顺天性，助天善人，修上品是善，升天道啊！你不顺天心，你还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，错了。下面呢，违背了阎罗王的意思。阎罗王是管地狱的，他对地狱众生很爱护，但是他造的罪业是自作自受的，那个不是阎罗王给他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民国初年，章太炎先生距离我们不远，啊，台湾大陆还有他一些学生，这些学生的年龄
可能都不在了，都比我大了，没有比我小的。啊，如果要在，总得八十以上，八十恐八十都没有了，总得100岁才行。80岁是他第四代，在学生里面第四代。啊，80岁的，90岁的，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人数很少，恐怕10个都找不到。啊，我很幸运，跟他的小女婿。他3个女儿，小女儿的丈夫做了朋友，老朋友。那是多少岁呢？他80岁，我26岁。啊，他那时候70多岁，他走的时候93岁走的。啊，这个老人啊，朱金州老居士把我们看成小朋友看待啊。我们常常在一起听他讲故事啊，他的故事是他一生亲身的经历。他是个学科学的啊，他告诉我，他的老姚丈在世的时候，民国初年在世的时候，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。东岳大帝是泰山。也算是地神，地位像阎罗王差不多。啊，他管好像是6个省，这个里头人生死他都管。啊，非常可能是判官，判官就是秘书长。啊，应该是有事情不能上班，请他去代替代理秘书长。啊，他做了1个月，时间是不很长，1个月。每天晚上要到东岳大帝那边去上班。啊，晚上走的时候，人就像死人一样，睡在床上。什么也不知道。第二天早晨天亮，他就起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啊，晚上干了些什么事情，他很清楚，记得很清楚。啊，那个时候他学佛了。啊，有一天，他向东岳大帝建议，地狱里头有炮烙这种刑法，就是把铜柱燃烧起来，让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，那就等于烤肉一样，很凄惨。他说这个很不人道，太可怕了，能不能把它废除？东岳大帝就告诉他，你先去看看，回来再说。派了2个小鬼带他到刑场里面去看。走到刑场，小鬼告诉他，到了，
他看不见，才豁然想到。这是业力变现，他没有造这个业，地狱在他面前他看不见，必须他造这个业，跟这个地狱相应，地狱就现前，他完全看见，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以后再不敢提了。地狱从哪里来的？是你不善的罪业那个念头变现出来的。你干什么坏事，现什么境界？前几年有人告诉我，好像30年前，爱因斯坦附体求救，他在地狱，在什么地狱？过去人不知道，核爆地狱。他发明核子弹，所以他那个地狱就是那个核武，一个爆了之后，接着又是一个，他在里面受罪，劝人决定不能用核武做武器，决定不可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无论是制造的人、设计的人、下达命令的人，通通都是核爆地狱，苦不堪言。核弹一爆发，人就变成灰一样了，四面都散掉了，被这个风暴吹得到处都是，太可怕了。劝人还说出他前世，他有那个聪明智慧，前世在中国学的，中国读书人，投胎投到外国去。做了科学家了，发现孩子用它来做杀人武器，后悔莫及。阎罗王总是希望人，等于说阎罗王好像是监狱里面的管监狱、管犯人的监狱长一样，总是希望犯人能够忏悔，能够改过自新，帮助他离开地狱。有慈悲心，不愿意惩罚这些罪人，罪人所受的罪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果报，不是阎罗王嫁给他。这一桩事情，朱老居士印象特别深，而且他告诉我，他自己见过鬼。抗战时期，在成都，晚上打麻将，打到深夜，
散场之后回家去。啊，那一天天很暗，虽然有路灯，大路上那些路灯现在人没有概念，大概50米才有一根，有个灯，一盏灯，是100米还是500米？这个50米，灯泡是20之光，所以只是让你像航海一样看到灯塔，引导你这个路，实际上看不见。他散场回去，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。啊，前面有个人，他也没注意。走到半个小时，他忽然想到，看到前面是个女人。半夜三更，怎么会一个女人出来走路？这一看，他全身汗毛直竖，吓到了。再仔细观看的时候，前面那个女人说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，他就一下吓到了。哦，这个项目立刻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要不是亲眼看到，老右丈给他讲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，他就当故事听，他不相信。这一次被他看到的时候，他才想到老药丈过去讲的通通是真的，确定不是假的。十件事情，无量无边的，千奇百怪，不是常人知识能够理解的。你真正想理解搞清楚搞明白，至少你要证阿罗汉果。佛门里头最低的学位，为什么？你有6种神通，你看得到啊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6道里的状况你能看见，你能听见，你有能力跟他们沟通啊。阿罗汉也有慈悲，为什么不帮助他？没有缘，跟他讲他不相信，他听不进去。这什么原因？罪障啊，他造的罪业，自己造成的障碍啊。地狱恶鬼畜生道里头都有佛菩萨化身在其中，业障深重的人，佛菩萨对他也没办法，也无可奈何啊。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神学，所以更难办了。科学虽然能证明佛经上所讲的宇宙，讲的万物啊，他们也发现这些事实可以跟佛经对照，证明佛经上所说的没错啊。像现代这些年来发现的原子、电子、啊、夸克，乃至于最近发现的量子，佛经上通通都有说。
比他们说的还清楚。啊，佛用什么发现的？佛不用数学，佛不用仪器，佛用禅定。啊，甚深禅定里面他是看到，不需要用仪器，所以看的比他们看的更清楚，更真实。这真有啊。啊，所以人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，违背了阎罗王想成全你、帮助你消灾免难这个好意，你也违背了。啊，如是任意作恶，故人自疑。一旦罪恶蔓延，故人罪起。这个罪到了极处了，就是恶贯蔓延。恶贯蔓延什么？果报决定现前，天灾人祸把你带到地狱去了啊。啊，罪恶轻一点的到鬼道，再轻一点的到畜生道。啊，可是你要知道，经上佛警告我们，不是说假话，说真话。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你落在三途里，再想从三途出来，有机会，机会不是常常有。啊，要多久呢？五千劫，你在恶鬼、地狱、畜生这三恶道里面的轮回，轮回到五千劫，也许被你跳出来了，从三恶道跳到六恶道，让你看到人道，看到天道，看到阿修罗道，好不容易啊！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无数次，不是一次两次三恶道，我们遭遇的不晓得多少个五千劫，没出得去，这些事机会难得碰上了。啊，我们能够到人的人生，更难能可贵的闻佛法，这人生未必能闻佛法。这世界上现在70多亿人闻佛法，能相信肯念佛求生净土的有几个？不成比例。啊，外国人有统计，宗教信仰，现在地球上的人估计的信仰佛教的各个不同宗派总人数不超过7亿，
啊，拥有信徒最多的基督教。基督教它有三个大派，天主教跟犹太教都是属于基督教。犹太教用圣经旧约，天主教新旧约他都学，基督教只学新约，不学旧约，所以他是一家人，一家三派。犹太教崇拜上帝，天主教拜圣母玛利亚，基督教他只拜耶稣。啊，耶稣是太子，玛利亚是皇后。啊，所以这三派，皇上一派，皇后一派，太子一派。哦，他们这个三个合起来超过20亿人，拥有最多的信徒。啊，伊斯兰教的信徒有15亿，啊，佛教大概只有他一半，7亿。7亿人当中，宗派那么多，几个人遇到净土宗，遇到无量寿经，一层一层淘汰，没几个。啊，认识了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？往生要真修啊，不是真修去不了啊。真修的人，这一句佛号，日夜不间断。啊，晚上睡熟了没关系，睁开眼睛阿弥陀佛就接上了，要有这个功夫才能往生啊。那念到这个功夫就难了，10000人当中有几个？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们，3-5个而已啊。念佛人啊，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誓愿没放下，对这个世间还贪恋呢，对这个身体很爱惜。这就去不了了。啊，真正彻底放下，别说人间没有留念，请我到天堂我也不留念。佛家讲天有28层天，一层比一层殊胜，对于28层天也没有留念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不许有第二个念头，经得起这个世间的挑战，啊，也就是经得起他的诱惑。如如不动才能往生啊。净土的条件只有三个字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
决定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没有丝毫怀疑。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真想去，非常恳切的心，就是想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安全，这个世界幸福，这个世界没有灾难，这个世界没有烦恼。啊，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把它忘得干干净净，彻底放下，一心求生，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就是一生阿弥陀佛不间断。啊，哪怕你一天念十声，啊，到时候就念，决定不会忘记，也能往生，妙极了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特别为我们介绍的有三部经：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，这三部经是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。啊，既然要求生极乐世界，势必要断我修善。啊，断我修善的标准，就是佛所说的舍善、舍恶。十善第一个，不杀生，爱惜生命，尊重生命，知道一切众生都是业报身，他前世造了恶业，很不幸堕到畜生道了，啊，蚊虫蚂蚁都不能杀害，他来咬你，你愿意供养，发布施心供养他一顿饭，不愿意把他赶走，不能杀害。啊，第二个，不偷盗。第三个，不邪淫。这身三善。啊，第四个，不妄语。第五个，不两舌。两舌是挑拨是非，恶口是说话很难听，其余是花言巧语，欺骗众生，这四种属于口业，所以说话要立这四种，不妄语就说真话，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，啊，说话要温和，啊，要有礼貌，要听的人欢喜，啊，其余是花言巧语。欺骗众生，这个罪也很重啊！这是口四善，四种善。下面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是念头，没有贪婪的念头，没有嗔恚的念头，没有愚痴的念头，一生。每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，没有贪嗔痴，言语没有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，没有这个身体造作，没有杀盗淫，这是佛法里面标准的善缘。
善有善报，上品是善，升天，天人，二十八层天。啊，中品的是善，人道；下品的是善，善里面带着不善，这叫下品。出生道，啊，十种上品食物是地狱，中品是人道，下品畜生道。佛给我们说的不难懂啊，佛教学习从哪里开始？就从这十善开始啊，要真做到。无量寿经是教导我们，啊，这经文在最明显的是观无量寿佛经，敬业三福，啊，第一条，修福啊，人都想福报啊。福报要修来的，不修就没有啊！啊，第一个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，这是人道的根本。过去生中不修这个，你得不到人生。这一生我们到地球上到人道来做人，换一句话说，过去生中这四句我们都做到了啊，提升在从人生善，这就是善人。人之初性本善，就是指的这个孝亲尊师啊，慈悲不敢杀害众生，修十善业。从这个提升修佛了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佛弟子，佛对于自己的学生这个三句他根本的要求，一定要做到，做不到不是佛弟子。啊，三归，归是回头。啊，从哪里回头？从佛法僧回头。佛法僧也代表戒定慧啊，佛是智慧圆满，我们放下世间所有这些知识，真心求智慧啊，这就是皈依佛啊。第二，皈依法，法是正知正见，从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，我要以经典上讲的正知正见啊。第三个，皈依僧，僧是代表戒律，居住中间啊，僧出家人
把戒的完全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。不但不破戒，连威仪都不犯。为什么？规矩啊，戒是佛定的，威仪是祖师制定的，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家风啊，这是真正入佛门，包括在家出家的事。第三福学菩萨，学大乘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是讲因果，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丝毫不爽。啊，后面两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，要读大乘经。最后这一句是我们要帮助别人，有他相信的要帮助他，劝导他啊，认真学习，将来幸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功德无量无边的啊！但是造作罪业，食物你看看现在社会，身做杀盗淫多，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，到处都是。啊，存心贪嗔痴，为什么今天社会这么乱？人心坏了，人心坏了，人心充满了贪嗔痴。这个念头，这种言语行为感召来的，就是今天的社会。我们怎么办？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啊，经教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真正相信的不学经教可以。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他20岁出家，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念了92年，112岁往生，往生非常自在，说走就走，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那是此时此地的最好榜样。啊，真的永远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。他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。啊，我们再接着看念老的注解，918页，第一行，一旦罪恶蔓延，故曰罪起，造罪业造到极处了。无处不造业，无时不造业，
这叫罪己。我们今天看到了，于是罪业牵引，则不待世受终了，乃顿夺其命。你还有寿命，你的寿命还没到，一般怎么样呢？要等你寿命到了，黑白无常，无常大鬼就带你走了。如果我们把念头换了，我这个人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我能接受佛教，方老师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，我是从这个单元入佛门的，这就有点善根啊。也遇到这个老人肯教我，我肯学。以后接着是第二位张家大师，这是佛门大德，我跟他三年，最后在李老僧学经教十年。啊，一生是苦难当中生活下来，所以对于人生苦体悟得很深。啊，家境清寒，上学交不起学费，所以失学。啊，书只念到高中一年级上学期，下学期又交不起学费，没法子再念。没有福报，寿命又短啊，从小这一生遇到不少看相算命啊，都说我活不了45岁啊。我还有两个同学，出家的同学，在一起受戒的，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，都是过不了45岁，三个都出家了。45岁那一年3月，法融法师走了，5月明严法师走了，7月我生病了，我就知道轮到我了啊，所以也不恐怖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我也不找医生，也不看病，也不吃药。为什么？我知道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，命到了你还有什么方法？所以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1个月病好了，
啊，一直到今天，我的命很长，延了45年。看，45年又加了个45年，今年90了，再过几天91了，后面还不知道有多长。不是我的命，佛给我的。啊，给我什么呢？使命。啊，第一次给我的，让我延49年，发心讲经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他看我的相命很薄，劝我讲经。啊，讲经能够延长寿命。我也不是为延长寿命而学讲经，讲经是我的兴趣，我欢喜讲经。啊，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读了释迦方志、释迦谱，我对释迦牟尼佛很佩服，很喜欢，我愿意走他这条路。啊，所以一生不管人，不管钱，不管事，三不管。跟谁学的？跟释迦牟尼佛学的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。他老人家没有道场，所以跟他很不容易，要能吃苦。他们晚上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日中一时去徒步，他们没有开火的。啊，我真学不是瞎学，学得很自在，很快乐。啊，三福最后一句，劝进行者，利益大众。啊，想学佛的人，喜欢听经的人，啊，所以我讲经讲的很多，都是大众要求的。啊，要求我讲什么经，我就讲给他听。啊，所以45岁那一年，我讲经教学12年。我33岁出家，出家就开始讲经，啊，就教学，在佛学院教书，啊，第一次讲经在台东佛教联社。啊，明训法师在那做社长，联社社长，他是创始人。啊，我们是同届，届兄弟。啊，他请我去讲经，第一次。啊，一生走着过这个生活。所以延寿了。啊，我这两个同学虽然出家了，我劝他学讲经，他们到台中去看了，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太麻烦了，天天要读经，要学那么多。啊，讲经还要去找地方，到哪里去找？啊，我找地方是李老师的学生很多，我找到10个他们结拜姐妹的，是姐妹，
年岁都比我大。啊，我找这些人，这些人对我，那是我年轻刚出来，啊，他们也很爱护。到哪讲？到他们家里讲。星期一在张家，星期二在李家，星期三又换一家。啊，讲什么经？讲同样一部经。啊，这部经讲完了，再换一部。练讲啊，这部经学了，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个课程，要讲十遍，才算是真正学会。不讲十遍不行。啊，遍数越多越好。啊，不登台讲不出来啊，学不出来啊，让这一些听众啊逼着我，非用功不可。啊，他们来督促我，监督我，都是恩人，有恩于我。没有这些人，我到哪里去讲？啊，第一次公开对大众，听众有五六十个人，就台东这一次。啊，从这里开始，我就接受一般寺庙、啊寺院庵堂都喜欢请我讲经。啊，因为我很守规矩。守什么规矩？第一，自己要谦虚，要赞叹老和尚。老和尚虽然不讲经，请我来带他讲经，老和尚高兴了，功德谁的？老和尚，不是我。啊，信徒皈依，通通皈依老和尚。我带他传授皈依，皈依正老和尚法，我不法。第三个，信徒所有的供养都供养老和尚，归常住，我一分钱不要。我来车费啊，买车票，你们把车票买来给我就行。我回去也是票买好给我，我回去一分钱不要。所以每一个道场都喜欢我讲经。道理在此地，如果我要纳信徒啊，我要收弟子，要收供养，大概只讲一次，下一次再不找你。啊，我有两处地方讲的时间很长。啊，第一个是主云法师，凤山莲社，我在那里讲了三年。我住在台北，每一个月去讲一个星期，连续讲三年。啊，第二个左营，高雄左营龙泉寺龙道老和尚。我在他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月去讲一个星期，我记得讲了一年。所以很多人奇怪，龙道老和尚为什么这常常心里想，我把这三桩事情一说，哦，大家明白了，他请我讲经开心啊，我对他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这都是自己跟自己定规矩，必须要遵守的。啊，立业是常住的，不是我的。啊，你喜欢我，我就多住几年，
多讲几时啊，你觉得不需要了，我就离开，欢欢喜喜啊，以后见面都是好朋友，老同参。所以我在46岁，就是45岁过了，第二年，46岁这一年，遇到甘珠和夫，也是老朋友，总有一年没见面，遇到了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你的命运转了。哎，我说怎么转了？他说你确确实实。你的寿命到40啊，你这关过了，讲经功德延长寿命啊，这是一个心愿，代佛说法，没人干了，我来干啊。我这两个同学走了，他们发愿出家，也发愿弘法，他们学密，密还没有学完，时间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学密？他给我说，我讲经很辛苦，每天讲那么久，听众未必相信，太难了。所以我学密，密有神通，我一现神通，他就相信。结果他们神通还没有得到，就走了。很可惜，两个都是好人。尤其明眼法师，没有学佛之前就很规矩，就很老实。啊，对人没有恶意。说话没有妄语，我很尊重他。啊，敌不过业力，啊，所以真正自己有使命感，想方法帮助佛教复兴。啊，我过去有两个机会都不成就。第一个机会是40出头的时候，应该是43、44岁，星云法师佛光山建道场办了个佛学院，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啊，主云法师推荐的，介绍的。我在山上住了10个月，那个时候他的佛学院有120多人，我是想把它分班，3个人分一班，专攻一部经，可以分成40个班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就有40部经。我跟他讲，我来训练，帮助你训练，10年之后，至少可以有20个法师。讲经说法，他的程度不在我之下。他说这不像学校啊，我说不像学校出人才，像学校出不了人才。他学校交叉排课，6个老师，天天都要到学校，啊，就这么一般学生。
他不赞成，我就走了，我就离开了。这第一次的机会，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碰头，七年前，我到高雄佛光山去看他。我们88岁，我们同年。啊，40年过去了。啊，第二次的缘分在新加坡，跟李牧原邀请我到新加坡。啊，我帮助人是个好助手，我把他的新加坡居士里讲经教学，也有念佛堂，30信念佛寺，道场兴旺，每一天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，就是说随时随地你可以到新加坡居士林吃素菜啊，大堂自助餐，每一天有15道菜，有3个汤，白天晚上是热的馒头包子点心，白天3餐，早餐中午晚餐，啊，不中断的，什么人都可以去吃啊。大陆有一些老和尚到新加坡来访问，都感叹，这是中国佛教第一道场。啊，没，我们在那里办佛学院，短期的，3个月，只教一部经。啊，个个都能上台讲，培养了差不多有50-60个人。啊，现在他们在国内讲经。啊，这是我们做实验的，实验成功了，我们本来想以及下面办佛学院正式培养人才，他有改变主意，我们就没办法跟他合作了。我到澳洲去，第二次机遇，所以缘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，我很喜欢住在一个地方，70年不下山，这是我非常羡慕的，一生没这个命。想帮助别人，语言都不足。啊，我知道，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信徒都认识我了，啊，都发心供养我了，啊，好的，另外给我建道场，他们来当护法，啊，那么在一起又怕是恭敬供养多了，虽然都归常住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真难啊。人情世故我们能想得通吗？啊，可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，
有道场会有很多麻烦，管理道场不是容易事情。我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福报，也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我一生不干这个事情啊。同学们组织一个像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，创办的时候我给你挂个名，让这个协会很顺利成就成就了。过几年我就不干了，我就交掉了，你们自己来管理啊。现在我们的会是第三届了，啊，一生读经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其他念头啊。好事遇到有机缘去做，不是好事不需要找事情，这样才清净的啊，不找事。所以有使命感，寿命会延长啊。那我底下一个使命与佛教有关系，不是没有关系，就是看到学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我怕中断。十年之后，如果没有人教文言文、学文言文，中国文化会中断。中国的好东西就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，《四库全书》一定要有人会读、会讲，把它翻成白话文，翻成外国文字，对全世界流通。我有这么一个愿望啊，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我全心全力帮助，也不是我自己能干的，我自己干不了，我帮助别人干啊。有人真发心干，我真帮助，这是增长寿命、延长寿命，不等不同。如果造作罪业，寿命就被人夺去了啊。底下加强书里面解释的，顿土曰减寿都算啊，算是讲岁数，把你的岁数，你本来还有二十岁，还有三十岁，他都给你抢夺去了，让你提早二三十年就过世了。啊，净言虽里面书记都说得很好，吃故其成，愚痴才会发脾气。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发脾气。啊，共享残害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。过怀杀毒，卧气要命，威望四等，这个五句话，净严大师说的，可以说是描写我们现实的社会，就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他接着说：“造罪之人，虚罪之烈，自然召集。”非法恶缘，随而愚之，知其则罪，待其罪及，顿得令尽，将入恶道，受苦无期。
这是经营书里头。下面苏卫，这是黄念老的话。黄念老给我们解释，世人因愚痴而生嗔心，想杀想害，心怀毒恶，为作妄事，只知道害人，不知道做好事。啊，这些遭罪之人，尤其徐氏罪恶的业力，种种恶缘自然相随。啊，他造恶，有人帮助他造恶，有人随从他造恶。所以待起恶贯满盈，果报现前了，顿然夺尽其寿命，堕入三恶道，所受果报无有穷极，余处无期，故曰无有出息。这个几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冷静细心观察，你看一个人生，看他死亡，死亡那个样子，啊，多半都是病苦，先受病苦，后来就死了。啊，死亡里面，病苦里面可以看到他的恶报。啊，只要你细心，你把经典拿来对照，你就会通通看见。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啊，也告诉我们，寿命长短是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在做主宰，真正的主宰是这个。啊，一心行善，帮助众生行善，这个行好，这都是长寿之道。啊，历史上记载很多，历史感应统计，太上感应篇里面，这个注解里面都收集的很多，啊，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记住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啊，只管去做，寿命随他去，他要我寿命长，再多做几年。啊，要我赶快走，我少做几年，欢欢喜喜，无怨无悔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底下一段经文，欲立恶劝修，教我们断恶修善。啊，今天这一段是把现在遭恶的现象都说出来了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